103.1，埔里107.3，金门96.3。我是吴淡如 ，I Like Radio， 给你生活好感受。我是武林高中学测75积分的张和丽，三倍的升学王让我在预习、学习与复习的循环过程中没有障碍，完整的解惑平台更让我能够解决学业上大大小小的疑难杂症。我是张和丽，我考75积分，录取台大医科，在此向学弟妹真心推荐升学王。我是吕杰，我只推荐升。第14号台风莫兰蒂有持续接近台湾哦，气象局呢已经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哦。目前呢，这个强台莫兰蒂的位置呢是在这个中心，在恒春的东南东方，大约是520公里的海面上，持续的朝西北西前进。邱继伟报道。中央气象局表示，13号开始。朋友，咱会甲你感谢花生球，互相一炮轰。